锈钢开锅法揉面团就对了。那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，你家随便不要的面粉就好了哈。然后呢，就加一点盐水进来，然后呢，就在里面揉面团。面粉、高筋、低筋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就不要的都不要。开玩笑，拿来做面包的。今天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